王宏伟建议我说，咱们要不要拍一个小五的第二集，拍一个已经发胖中年的小五。结果我没有拍。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其实只要第一部小五成功，然后能够刺激给大家一种观影上的这种感受吧，我觉得就足够了。大家看电影吧，看看老朋友。那我们就起那个聊起来，我先讲几句吧。就是我刚才断断续续看了一会儿，好久没看了，还是那个想起好多以前的事儿。这个片子片头大家看到了，是写的是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学四年级，然后本来没有想要拍小五这个电影。之前我写了一个短片叫《夜色温柔》，这个短片呢是讲一对男女，他们那个好相爱很久，但是从来没有机会一起过夜，然后就终于这男孩有了个房子，然后一对就这么一个夜晚，一对男女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然后我写了一个剧本，找到钱之后呢，正好就春节了，然后就回山西，回我的老家过春节。一过春节回去，就发现那个县城里发生了特别多的这个变化。首先是我们那儿那条街要拆掉了，那个街主街道这个很多都是那个明清时候的建筑吧，要就跟北方很多那个老县城都一样，那里面有我很多记忆，它要拆掉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个县城外面有一个市场，那个市场原来是卖衣服的，但我回去那年全部变成了歌厅，真的像电影里面就实景拍的，什么维也纳歌厅啊、莱茵河之夜啊，全是这样的歌厅。然后特别是我那些哥们儿，就我那些同学，就是因为我读书特别晚，我23岁才读大学，所以我回去之后，有的我的同学年纪比我大一点，同学都有小孩了，然后我们这些的高中同学，他们的家庭关系里面也发生了关系，就是这个夫妻要离婚了，然后孩子要跟父母分开住了，然后哥们儿之间闹别扭了，最后你说来说去都是因为钱的问题。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这个97年时候感受到那种剧烈的变化，就一下子把我吸引进去，然后用很短的时间，我自己有2个星期把这个故事写好，然后给了那个制片人。那制片人看完之后，他也觉得挺好的，就说我用同样的预算，我不拍这个35毫米的这个短片了，我用16毫米拍一个长片。这样的话就是97年的4月开始拍，拍了21天就拍完，之后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这个后期制作的这个过程。后期制作一直到1998年的2月份就才做完，然后参加了那一年的柏林电影节。再来一个，就很长时间吧。大家刚刚看过小五，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你们是第一次看还是早就看过。有哪些同学第一次看？还挺多的，好像。其实一半左右嘛，三分之一至少。啊。我刚才看到贾樟柯，我就觉得时间真是快。10年前1998年我还待在纽约的一个屋子里头画画，忽然就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是我一位老朋友叫林旭东，在做的关心影像的同学，不知道听说过他没有。我们俩都是上海人，是个17、18岁就认识了，一块长大，而且都是在江西插队，都是老知青，两个人一块学油画，然后到80年代我们就分开了，他留在中国，我就到纽约去，那么还一直保持通信，到今天我们大概认识有40年了。那么10年前1998年，他忽然打电话给我。
他说最近出了一个人叫贾樟柯，出了一部电影叫《小五》。他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就是我是80年在中央美院毕业，然后82年走掉，他84年才考上中央美院，在版画系做研究生，然后在88年毕业以后，他就被分到广播学院，而且就在那段时间，他做了一个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学西画的，我觉得一定要看到原作，我得出去。可是他那会儿呢，就是他是一个书生，很安静的一个人，这个觉得出国太麻烦了，他不想走这条路。那么这样，他觉得电影没有原作的问题。我今天看在北京看《教父》，和我在罗马或者纽约看《教父》是都是面对同一部电影，所以他的大量兴趣就移到电影上。那么到了广播学院以后呢，这个他就在电影导演系教书，也很有意思，一个学画的，啊。但因为是因缘际会啊，他就目击了第五代导演的这个崛起和成功，同时又认识了一批第六代导演，大家应该知道像张元令这些人啊，所以这位林旭东在90年代就持续跟我通信，就谈目前中国电影的一些变化。他经历了第五、第六代起来的时候兴奋，然后慢慢又失望。那么到了98年的时候，可以说他对前两代导演至少已经没有太多热情了，这个是一个他认为是中国电影非常低迷的一个状况。那个时候第五代拍出了他们相对来说好的一批电影以后，也正在一个怎么说一个低潮的时候吧，大片还没有出现。第六代导演呢就后劲弱一点，拍出了第一批电影以后也没有特别重要的电影问世，所以这是10年前的状况。实际上那么我在外头不是很清楚这个状况，那林旭东持续跟我说，然后就在那一天忽然给我来电话，我一算时间，那个在他已经半夜了，显然他非常激动，他最近出了一个人，出了一个小五，他说你这样，我马上快递给你一个小五的那个录像带的片子。过了不久我就收到了，收到以后呢，我就第一遍看了小五，看完以后我就明白为什么林旭东当时会这么快的给我来电话讲这件事情。当然此后呢，你跟老林也变成好朋友，他的很多电影都愿意听老林的意见啊，这个跟他商量讨论，甚至互相有不同的意见交锋啊什么这些啊，这个过去几年我相信贾樟柯跟老林都在这么一个非正式的一个，他没有介入过你的一个班子或怎么样，都是以这个顾问的方法，就每次都是拍完之后，特别是剪辑阶段他有很多经验啊。对，大家没有机会见到林旭东这个人，他是非常本色的一个人，同时又很深沉，是一个学问非常多而且毫无功利心不愿出名的一个人。他参与了中国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包括很多地下的电影和纪录片，他都出过力，一个幕后的一个英雄。他也亲自这个张罗了2届就是国际纪录片的这个座谈会在中国电影界啊。那么我当时看了小五以后，我就明白他为什么在对第五代第六代的一个比较失望或者沮丧的一个情况下，他会对当时刚刚出现的这个贾樟柯会这么看重他。那么那一年也很巧，就是我正好被中央美院的老朋友和老师叫回来，在那儿代课带了几个礼拜。你记得吗，我跑到美院来又看到你在放小五，他当时就拿这个小五各个大学跑，北大清华中央美院，而且很奇怪，就是这个情况现在不会有了，就是10年前他在那儿放他的电影，然后那个电影好像录音有点问题。不是录音，因为当时三手机化的问题。对，我们有一个拷贝是这个16毫米电影胶片的拷贝，但那个拷贝呢，16毫米在国内做不了字幕，那么整个对白呢又都是山西话，所以每一场放映我都要在旁边同声传译。对，就是不管是小五的还是胡梅梅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我跟那儿说，
但后来这个拷贝也被电影局没收了，我现在没有拷贝。对，中央美院的场子比这儿小多了，就是我就坐在你们当中的哪一排，十几排，然后贾樟柯不在这个位置，贾樟柯在最后一排，有个小灯照着他，他几乎要每句话都要告诉大家他在讲什么，就非常奇怪的一个观看经验。我就又把小五看了一遍，是电影，是胶片的。后来在一个什么场合我又再看了一遍，反正我一共看过三遍小五。那么也没想到再过两年我人就回来了，回来那一年就正好碰上贾樟柯拍完了站台，是吧，拍完站台这个半夜三更把我和阿成叫过去，就那么看了一场，马路上热的就是这个泥都粘在一块儿，我记得看到是晚上两点多钟，所以我就看到他第二部电影出来了，此后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一直到目前我看到最近的一部是三峡好人，哎，这个所以我很有幸看到了一个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和他此后这十年期间你的电影，我都看到了，我都看到了。那么这里面又要提到另外一个人，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中央美院的一位现在不应该叫青年教师了，是刘晓东，听说过吗？刘晓东。刘晓东呢比贾樟柯要大，你是73年是吧？你是70年的，那你属狗的是，对不对？刘晓东是63年的，他比我小整10岁。我毕业的时候，他说我教过他，我完全忘记，他当时附中的学生。那么刘晓东是我在1990年在纽约的书摊上看到美术杂志，看到他的画，我就非常兴奋，有点像当时林居中看到贾樟柯那样。我忽然发现中国出现这样的画家，然后我就马上写信给他套近乎，才知道他是我的校友，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我也有幸看到刘晓东在1988年第一件作品出现，一直到今天他怎样走过这一段创作啊，我就发现是刘晓东是一个早几步在绘画界的类似贾樟柯的这么一个角色，贾樟柯是晚些年在电影圈刘晓东这么一个角色。我这个比喻只是我私人的啊，这个贾樟柯未必同意。就是从他们两个开始，第一，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口口声声说是要追求一个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然后艺术要非常强烈的表达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这几代人都没有做到，第五代没有做到，我也没有做到，我的上一代更没有做到，因为不允许啊，一个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国家的政治情况不允许你不能说真话，第二个呢，因为长期不让你说真话，你不知道怎么说真话，不知道怎么说真话。所以文革以后像我这一路人啊，画什么西藏组画之类的立刻被关注，因为实在太荒凉，实在太荒凉，不然这哥们画了几张小东西不错，有点真实的意思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差不多要等十年以后，到刘晓东开始，他忽然就把一个屎给我们扔过来了，我操，生活就这个样子，你瞧瞧啊，这个热乎乎的两包屎过来啊，而且有美感，可以说是一幅油画啊，可以是一种很饱满的一种激情，又是青春，他当时27、28岁正是出作品的时候啊，所以我当时非常激动。可是两包屎当时美术馆还没怎么明白过来啊，还要很久以后才追认他，我操你厉害，那当时你就走这条路。他就开始画民工，画那些焦躁的青年，画失落的一代，画那种愤怒的眼神啊，画那种大日头照着两个男女根本不知道要干嘛，可是一身的青春啊，就这么一种情况。然后再过了一阵子，忽然这个家伙出现了，就是表现小这么一个小偷，一个无聊的人啊。这个电影一上来，哎，今天他来了没有？那个演员在那，王伟呢？哦，大演员，一个小个子大演员是，哎，这个我。
我在纽约把那个小五那个录像带塞到那个肚子里面，影像一出来我就觉得我操，这回对了啊！就一个小痞子，这个烟一抽，两条腿一抖，就我就觉得对了。就第五代没有一个镜头这么准确，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么一个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理想、没有地位、没有前途的一个青年，站在公路旁边在等车啊，然后一直到最后。手铐铐住蹲下来啊，人就围上来，从头到尾准确极了，准确极了。就咱们在中国生活过的，作为小县城小地方过来的，你们都知道千千万万这样的青年，从我当知青开始一直站到90年代，可是没有人去说他们啊，而这家伙一把抓住他就说了。所以我今年刚刚在台北见了这个侯孝贤，我说老侯，你什么时候看的贾樟柯，你觉得他怎么样？他说我给他第一部电影看过，我觉得这个家伙会玩这个业余演员，这个人有办法，这个完全是经验之谈，完全经验之谈。所以我就非常明白当时林旭东啊，因为我们是老知青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从来没有说出自己来啊，到了小东他开始这个堂堂正正把自己的愤怒和焦躁说出来啊，是用油画颜料扔在他们画布上，然后到了他那儿就把这一代青年这种失落感啊。那么我们扩大了来看，可以说从二次大战以后就有这么一种电影啊，从楚侯的四百击到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啊，然后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到像帕斯里尼啊，还有更早的像这个布列松这些人，已经变成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啊，在各种旧的文明在消失，新的文明在起来啊，一种价值的失落和一种焦虑当中，有很多年轻的生命站在那儿，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是他非常意识到老子也是一个人啊，我该怎么办？就这个变成一个影像的一个传奇，就几乎从60年代开始是一条线，但这条线很晚才进入中国，而且才对中国的艺术家明白，就是这是可以说出来的事情，可以变成一部电影，变成一幅画，所以我当时在纽约80年代最早看到陈凯歌带着他的黄土地到现代博物馆来放映的时候，我也莫名的兴奋，我想我们这代人居然有人在拍电影了，然后事先也听说牛逼哄哄，说第五代不得了，这超越前面所有。可是我告诉大家，我看了黄土地我非常失望，我还是看到一部共产党的电影，我没有看到我们这代人的电影啊。我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过分，我当时在纽约在期待第五代的，我以为是像贾樟柯他们的一部电影，结果放出来是这样一个电影，一个八路军去找一个什么民歌旋律什么这些，一个小女孩的这种好慢好慢，在那镜头扫来扫去，就过时的那种日本的长镜头那种啊，我非常失望，非常啊，非常抱歉，我这个很冒犯，我跟凯哥一个朋友怎么样啊？我说太多了，你说。我听了很多，你接着说。我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其实这个情况就是实际上我学电影的时候，一开始学电影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冲着导演去的。所以一坐到北京电影学院那个教室里的时候，就开始写剧本。但我写的剧本都是那个就是生死离别啊，然后传奇啊。就是完全都是这样的一个，那时候我以为电影必须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电影能够呈现的，也是才是电影能值得呈现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逐渐的，我觉得我们一出生并不是很有自我，很随波逐流。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通过阅读，比如说读沈从文的小说，包括通过观影，就我那时候看侯孝贤的电影《风归来的人》。我觉得特别的亲切，那个亲切在于他电影里面那些海边的那些年轻人，他跟我家乡那些年轻人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逐渐想，为什么他的电影，一个台湾的电影能够感动我？因为他有侯孝贤他个人的经验，他个人的，他很珍视他个人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逐渐的获得自我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也跟愤怒有关系。我们那时候每星期在电影院每周三有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就等于还没有那个还没有公演，就洗印厂刚出来就会放给学生看。那么我看了差不多有两三年，我没有一部电影跟我有一点关系，就完全是跟中国人的生活，跟我们自己的这种感受，甚至跟我们的饮食习惯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那个一年里面我看到的那个片子里面，这个100部片子或者70-80部片子里面，最起码有30部是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大学生毕业了自己决定去农村那个扶贫，在扶贫的过程里面就爱上这个地方了，然后就留下来就当老师，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主义。其实就是这样的故事，在同一年会被30多个导演拍这个故事。那么后来又看到一部电影，就是讲一个县里面的这个县领导夫妻俩早上对话，然后你发现他那个就北一看就是北方那种县城，但他那个餐桌上放的是那个橙汁，那个黄油面包，我说这个不对吧，好像大家你是个县委书记可能也是吃油条豆浆吧，然后上了电影就连饮食习惯都给改了，就说他会有一种所谓对电影的惯性，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拍电影的，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入画的，那么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禁忌。所以我觉得我面对的是一个特别僵化的特别虚假的一个荧幕世界，但是当我走在街上，走在北太平庄，我去看到那时候三环还没修完，满街的都是那个外来的民工，他们在那儿干活的时候，他们的样子，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汗水，他们那个长满青春痘的脸，那么跟我那些哥们儿特别一样。我想起我的家乡，想起这个现实生活的质感的时候，我觉得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拍一种电影，它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一种想象。你的意思叫我再说下去啊？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天吧。我们不是来讲演的，因为我完全是陪客。就是刘道一他们这有几个年轻人特别会组织这种事情，就是把他骗过来，把我也骗过来，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就是大家你们也都是有意见的人，看了一个电影要骂要说好的，都有话讲的人，大家来对话，你看，然后好，哎。你们已经功成名就了，也用不着现在再去跟大家说你的理念了什么这些，大家都知道你干了这些年拍了这么多电影，小人物啊，然后一个城市的变迁啊，一个时代失落了种种的，所以你肯定是一个小物，不知道跑上北大就不会是小物啊。反正我年轻时候就是个小，我也偷过东西，没给抓住就是了啊。然后也是叼一根烟走来走去，然后也是那样的澡堂子里面，这小五这个光着屁股去洗澡，几步路走得多对呀，对吧？啊，然后在里面大声唱歌，在那个，只是他唱的是90年代歌，我唱的是样板戏，在文革一个县城的破澡堂子里面，那十来天没洗澡了，在那，我们小时候都这么过来的。这跟猪狗一样，这个然后又不服，也没什么本事，没钱，还没有女朋友，这个不知道前途在哪里，都这样过来的。你也是这样，你说给你走另外一条路，你也会堕落，是不是？你在一个什么访谈当中，电影救了你，我们是画画救了我，都是一样的。你们问题不大，你们说问题有失业的问题。呵呵，来，大家聊天吧。这个，反正我很不习惯给灯这么照的，我根本看不清你们。有没有同学可以拿一下话筒或者什么？有点民主的意思了，光暗下来了啊！这边的光应该亮一点，嗯。
感谢这个公园的女主。对，我想说一句，我操，这陈老师讲的太好了。那个，我问一下贾樟柯导演，我想问一点心机的东西。嗯，那个澡堂子里的裸体。我想请问那个，你这画面仅仅是表现这种真实性呢，仅仅是这个真实的反映这个生活呢，还是有所指？谢谢。这个拍澡堂子这个戏的时候，就是说你没有选择，我觉得你得脱，因为我看过好多国产电影，拍澡堂子男都穿着背心在洗澡。我觉得我要是也这么拍的话，那也就太差劲了。对，我这，然后我觉得演员特别好，就是当时拍这个的时候，我们那个录音师啊，那个制片啊，跟我说那个小姐，你去跟王伟说说，别到时候撂挑子不干了，咱们就那么点钱，经不起折腾，要这个改计划，耽搁进度怎么办？我说不用说，他没问题。然后真的拍的时候，王伟非常潇洒自如，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限制的人的，这是自己的身体。我觉得那个时候有这种仅仅是为了真实吧，就是我一看那个拍洗澡戏穿背心就觉得恶心，就是那怎么拍个电影可以呢？要么就别拍。